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212页，倒数第二行，从后面的两句看起，静隐疏云，龙树云，这龙树菩萨说的。佛灭度后，迦叶尊者，阿难，与王舍城，借机法藏，为声闻藏。这是经典的集集。佛陀在世，孔子在世，都差不多。只是给学生讲学，没有课本，没有资料，完全是口述。佛灭度之后，弟子们就想到了，佛这些宝贵的教训，要不传下去，两三代之后就消失了，这一定的道理，所以这才开会，商量一个方法，来把佛陀所说的，当然不是完全的，完全的做不到。重要的意思，精华的意思，用文字记录下来，流传给后世。古人懂得，现在人疏忽了，古人懂得信心重要。佛在世的时候常说，信为道源功德母。道是菩提大道，菩提大道的根源是心德，自信的德能的信。中国人讲的仁义礼智信，真的这五德是信德，一切众生他本来具有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切众生他本来是佛，他本来是圣人。这五种信德，不管他是悟他是迷，他绝对没有失掉。悟不是得来，迷不是失掉。为什么他是信德？信德不生不灭，信德能随缘，随觉悟的缘就做佛做圣，随众生的缘那就做十法界，就做六道，无一不是心作心事。这都是给我们讲最高的原理原则，我们一定要知道。知道有什么好处呢？知道你在大自然里面你自己做得了主，这就叫真火。我的定义是主宰的意思，我做得了主，我得大自在，
但是我想到哪一道就到哪一道，这才叫苦啊。身有生灭，心不生不灭啊。身是个幻象假象，觉悟的人用这个身积功累德，迷的人用这个身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啊。什么罪业？贪嗔痴慢是罪业。啊，五欲六尘的享受是罪业，他搞这个东西去了。自私自利是罪业，名闻利养是罪业，没有一样不是罪业。啊，为什么？自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，全是自己妄念生的，妄念在引导他，啊，他在干这些虚妄的事情，感受虚妄的果报，啊。六道三途的果报都是虚幻的，就像做噩梦一样啊，他做不了主啊。啊，学佛把假我放弃，把真我找到。那我们看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是个正常现象，为什么呢？众生的念头，念头他在造作，所有环境物质环境都是跟着念头转。啊，念善是极乐世界，念恶那就是地狱。啊，没有一样不是从念头转的。啊，念头主宰一切。啊，什么念头是最善的念头？阿弥陀佛是最善念头，没人知道。啊，高等的佛法，啊，像禅宗都主张放下一切念头，善问题统统没有，佛念也没有。那什么？那是自信的本来面目。上上成人能做得到，上中下都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他不能无念啊。无念还要记住，无一切邪念，是这个无念，不是这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的无想定，又错了啊。无想定的果报在无想天啊，那个坏了啊。为什么？他只有定，他没有慧，定有了什么也不知道，所以他是一片无明覆盖了自心。虽然不造业了，无明盖住啊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要知道自信呢，虽然他是没有任何念头，但是他什么都知道，这叫心得。啊，般若经上说得很好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。无知是极，无所不知是照，叫极而常照，照而常极。哎，那就是自信的心得。啊，自己真正的受用。啊，能够应化在十法界，普度众生，丝毫不染着，这叫大权实现。啊，那么诸佛如来圣贤教诲，一定要把它记载下来，传给后世。传给后世，后世人相不相信？所以
这个心就太重要了。啊，心是圣教里头第一德，也是自信里头第一德。啊，心是相信自己，这头一个条件，不相信自己，什么成就也没有。自己本来是佛，自己本心本善，一定要知道。啊，是佛本善，它是与自信圆满的相应。啊，自己心底不但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连自然现象也不放在心上。这真正回归到清净心了。啊，本经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，这就是自己。觉就能做主，就能自在。啊，这个世界坏了，这佛经上常说，世界一定有尘诸坏空，啊，动物一定有生老病死，植物一定有生诸异灭，世界一定有尘诸坏空，啊，这是自然的法则，这个现象叫自然现象，啊，没有例外的。觉悟的人在所有一切现象里头能做主宰，所以叫用我。啊，哪里用我？般若里头用我，法身里头用我。法身没有现象，解脱里头用我，叫三德，法身、般若、解脱，叫三德，自信的三大德。每一个德里面都有常乐我净，叫四净德，这个是不生不灭了。啊，我们遇到灾难，想留就留，想去就去，你看你多自在。啊，想留是什么呢？像六十菩萨发大菩提心，有一个杂念在里头，就不是菩提心。啊，李老师以前举比喻告诉我，这一杯醍醐，醍醐是最要上位，一杯醍醐里头有一点点毒药，整个一杯都变成毒药了。那个毒药是什么呢？比什么呢？比我执。啊，就是你执着一根火，就完了。啊，这个比喻就是说，你转制成石了，你转圣成凡了，你本来是圣人，你本来是般若，哎，加那么一点点毒药去，你变成阿赖耶了。啊，阿赖耶决定是
四大烦恼跟着你。啊，这就是你的毒。这个毒如果不控制它，发展下去，那可不得了了。那全都毁掉了。啊，这个四大烦恼里面头一个，我见。啊，这是根。啊，所以佛无论在大乘小乘都讲无我，别执着这个身是我啊。哪一个迷惑颠倒的人不是为这个身在造罪业？没有这个身他就不造罪业了，全是为了这个身造无量无边罪业，受无量无边苦报。啊，佛菩萨高明在哪里？高明在不执着这是身，这是我为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，我只利用它断我修善积功累德，我决定不准它造业。这就是佛菩萨饮食。我们学佛，学佛菩萨首先要有这个正知正见呐、啊，啊，为众生服务的工具啊，啊，所以也好好照顾他了。他越健康，寿命越长，我们服务的机会就越多，就越殊胜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这真叫第一个关口啊！跟着来的，你看有了我了，我贪，我爱呀、啊，啊，我爱就是贪，我慢，傲慢就是嗔恚，我吃，你看贪嗔痴出来了，贪嗔痴是跟着我出来的，没有我哪来贪嗔痴？有我决定有贪嗔痴啊！只有真正觉悟的人，他把贪嗔痴转变成戒定慧。贪嗔痴跟戒定慧是一不是二，一体的两面。觉悟了就是戒定慧，迷了就叫贪嗔痴，一体的两面呢。那佛法就是叫你会转呐、啊，转迷为悟，转悟为善，转凡成圣，这就叫你转呐、啊，转变呐、啊。啊，为什么？它的性质不生。把烦恼转过来就是戒定慧。啊，要转得快。啊，所以真正会转的人，他有没有灾难？他没有。他会转。他有没有生死？他没有。他真正的大自在啊，十方世界他看到，哪一个世界都是自己自心变现出来的啊！诸佛报土，十八庄严土。自性变的无间地狱也是自己变的，是一不是二啊！
啊，诸佛报土是真的。为什么心现的没有经过改变？原本的样子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，说是真实的，真实的宝土。啊，自信心的，加上个阿赖耶就变了。十宝土里面的居民，全部都是转识成智，不再用阿赖耶了。所以那个世界没有波动的现象，没有生灭的现象，啊，没有生灭的现象，就是没有生死的现象，没有年轻衰老这个现象，没有，所有一切相对的现象都不存在。啊，这个要晓得。如果没有回归自信，也就是没有证得究竟圆满，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的地位，他们住十宝土，十宝土是真正的故乡。十宝图是极乐世界，佛慈悲怜悯我们这一些，这一些是个大数字，不是小数字，迷惑颠倒，迷得太重，迷的时间太长，回不过来啊。希望能叫这些人也能够去回到十宝图去，回到老家去。想了一个方便的法门，就是念佛法门。啊，十宝图原本都是上上根人，上中下都没分。啊，阿弥陀佛这个方法，让上中下下根通通有份，这个功德不得了啊！真正叫无量无边的无尽的功德啊！而且这个功德呢，就在这一句名号里头，你说多不可思议啊！这个理佛也没法子讲，讲不清楚的。讲无量劫也讲不完了啊，所以佛劝我们求生净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必讲，你全明白了啊。为什么你到家了，一切你看到了啊，这就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么这是说明开始积极，这个经典有积极的必要啊。阿难记忆力最好，请他来复讲啊。有五百阿罗汉都是同学，他们来作证啊，他们来听啊，听了都觉得很对，没有错误，这记录下来成为经典。有一个人提出意见啊，对这一句话怀疑，这句话就删掉，就不要留下去啊。五百个人个个都同意，个个都没话说，这才能留下来。
取信于后人，这积极发展啊，在王舍城做的这个工作，这是小乘声闻道。阿难于贴为山啊，文殊菩萨带着阿难在贴为山即摩诃延为菩萨藏。摩诃延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大乘啊，摩诃梵作大啊，这个是大乘藏菩萨藏。啊，所以今天小乘不相信大乘，说大乘非佛说。为什么呢？贴为山集结的凡夫到不了这个地方。啊，所以小乘不承认。地持也云，啊，地持经也说，佛为声闻，菩萨行出苦道。啊，佛为这两种人，小根性的人声闻，大根性的人菩萨，为他们这两种人修行出苦之道。啊，这个苦是三界，是十法界。啊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。小乘人相处，大乘人相处啊，相处十法界。啊，六道之外有声闻，有缘觉，有菩萨，有佛，还有这个四法界。啊，要想超越，这都是苦道。啊，四圣法界对我们来说就很弱了，对菩萨来说苦。说修多罗，啊，修多罗是经藏。啊，佛讲经啊，帮助菩萨了出离十法界。是即即经者，即为二藏。啊，是即即经典的工作就分了这两部分。一摄声闻所行为声闻藏，摄菩萨行呢为菩萨藏。经本经中，广严大乘、详乘、幸运往生、殊胜因果、净佛国度、义正庄严、弥陀无边缘海、普度众生之道，故为菩萨藏事。啊，那这部经在二藏里头属于哪一藏？属于菩萨。啊，它不属于声闻。经是指这一会，也指我们今天我们展开经卷摆在我们眼前啊，这是佛广严大乘，不但是说，佛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啊，这是佛无尽的慈悲啊，世间有好老师肯为我们说，他没做样子给我看啊，所以要提高境界比较困难啊，老师说到了没做到，学生听懂了他做到了，这就超过老师
啊，中国古代做老师的人都希望学生超过自己，认为学生超过自己是自己的光荣。啊，我是这个台阶，学生借着我个台阶又上来一层。啊，这表示什么？表示进步。一个后代呀，一代比一代好。啊，这是老师的一个心愿。啊，不希望学生呢，跟我一样就不动了，就停在这里。不如我就划破了，那一代不如一代了，这个是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，那是走向灭亡。一代超过一代是走向兴亡啊，所以老师的大德没有别的，就是没有嫉妒心，没有傲慢心，总希望别人超过自己。啊，这个念头就是希望这个世间世世代代一代比一代殊胜。啊，这菩萨行啊。这不是二乘的 啊，所以他表也，他不说广说大乘，他说表也啊，完全做出来给你看啊，对下一代的期望非常恳切，下一代的人感恩勇猛精进奋发图强，这叫报恩啊，把上一代人没有做到的这个愿望做到了教学，不是生意买卖啊！如果要交学费，这就变成生意买卖了。交的多，我多交你一点；交的少，我少交你一点。啊，教学是神圣的行为，不是商业行为。啊，他要是商业，我什么都学不到了。啊，为什么没有钱呢？交不起学费。啊，小时候读书交不起那点学费，就失学了。啊，那什么学校教育啊？啊，中国古代私塾没有交学费的。啊，所以中国古代的这个学校跟现在学校不一样。古代是圣贤学校。啊，教学的目的是希望底下一代人能成圣人，能成贤人。啊，老师虽然不是圣贤，但守圣贤的规矩，认真教学，不计较供养。啊，所以孩子上学，家里富裕的，逢年过节给老师多送一点礼。啊，家里清寒的，啊，
那孔子定的最少的这个礼啊，是素修。啊，素修是什么呢？腌的腊肉一条，啊，一条分量不管多少，一斤重也可以，两斤重也可以，半斤重也可以。啊，就送那么一点，表示对老师的敬意。他不是商业行为啊，啊，是圣贤人呐、啊。那富有的家庭，那对老师就供养多，啊，让老师的时候有一个月的生活费用，啊，他能吃一个月，吃三个月，吃半年，啊，或者供养老师一年。啊，大富人家啊，所以教书很辛苦啊，没有固定收入啊，啊，没有正常收入啊，啊，他还得很用心教，认真教，啊，对于生活确实忘掉了。不计较了。啊，相成，成是言语，也是行持，表演给你看。啊，信愿往生。有心有愿，真诚念佛，没有一个不往生啊！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。宋朝的迎客法师，三天三夜，啊，真心求佛，真心求生净土，就把佛求来了。啊，佛来给他受记，告诉他他还有生年寿命。啊，生年之后寿命到的时候，佛再来往生接引他。这是给他受记啊。啊，他不要了，说我现在就跟你去。佛也答应了。啊，三天之后来接引他。说明弥陀经上所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在紧急的关头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啊，平常时刻，那锅炉匠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三年，得大自在呀、啊！啊，我们要记住地仙老法师的话。地仙老法师赞叹他：天下弘宗严教的大善知识，比不上你呀、啊。名山宝刹方丈住持比不上你啊。老和尚举这两种人，弘宗言教是智慧，
啊，方丈住持是佛宝。啊，这就是说，锅炉匠的佛慧圆满了。没人能比上啊！这个我们要记住啊！啊，对我们会起大作用啊！啊，众生之所以不能成就，就是克服不了自己的烦恼习气。啊，克服不了自己的业障，问题在此地。啊，兵法上说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锅炉匠是上天置他于死地，他走投无路了。啊，40多岁，什么都不会。老和尚指教的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这个行不行？这个行。啊，这一句很简单。啊，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行了，你就这一句。啊，这一句一直念下去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了就再念，不分昼夜。哎，他听话，他真干。啊，3年。从下下根成就到上上根呐、啊，这个日子没白过啊，光阴没有虚度啊。啊，我们自以为很能干，每一天事情很多，要管这个管那个。你自己冷静想想，跟锅炉匠比差远了。啊，一切放下，什么都不管，佛报第一大。他专干阿弥陀佛。啊，往生给我们现这样殊胜的相，还有什么话说？啊，虽然不会讲经说法，临走现这个样子，就不得了啊！啊，我们看到了。所以念佛的殊胜于此可见啊，但是不相信，没人相信，中下的有人相信，上上乘没人相信，这最上乘法啊，一往生净佛国土，极乐世界是清净世界，没有尘垢啊，找都找不到啊！为什么清净心所现的？啊，一真庄严，真是指的弥陀跟所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清净心去的。啊，我们今天念佛为什么心不清净？所以佛不现身，你用真诚清净平等心念佛，佛就现前。啊，这个要发自内心，装样子装不出来的。我们起心动念，佛全知道。
啊，弥陀无边愿海，无边愿海从哪里说？造作极重罪业，无力受我，回谤佛法，只要在临终能够忏悔，能够改过，幸愿求生，佛都来接引。这是无边愿海啊，不要害怕了，我造的罪业太重了，恐怕不能往生。这个念头你就真不能往生。谁障碍你自己？自己障碍自己啊。佛不障碍你啊。在今天这个世界，谣言很多啊，邪知邪见很多啊，所以世尊慈悲留下了四义法啊，教给我们世世代代，你到不能解决的时候，你把这个四义法好好念几句，念几遍，你就知道怎么应对了。啊，一法不一人，法是经典，经典有真有假，我们怎么辨别？啊，我初学的时候，李老师就教我们。大藏经里头有，它就是真的。大藏经里头没有，就靠不住。啊，为什么？大藏经是皇帝批准的。啊，这个经要入藏，可不简单呐。啊，在那个时代，高僧大德都看过，都审查过，啊，认为你的知见是真的，啊，跟佛所说的相应，报告给皇帝，皇帝做最后决定，啊，批准，这才能入藏。不像现在，现在没人管了，啊，印一部大藏。藏经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通通都放进去，没有经过真正有修有证的人审查啊，所以老师告诉我，民国年间也有很多大藏经啊，啊，要我从龙藏以前，龙藏可以，乾隆时候变的。啊，以前的藏经目录有，这可以相信。以前目录没有的，现在人编的这个送参进去的，这个不可靠。啊，教给我们一个认识经典真伪的标准。啊，那么第二个就是注解，注解也要通过高僧大德的审查，啊，呈报给皇帝，啊，皇帝审之入藏，啊，所以老师教导我们，不但看经，要藏经里的有，注解也要藏经里的有。啊，所以黄念祖老居士他明白，他懂得。啊，老师要让他为这部经做个注解，他怎么注法？不能用自己的，用自己的没有人审查，
留给后人呢是问号。不能建立信心，对，他用的这个方法妙绝了，高明到基础了。他以经来铸经，这再就没话说了。啊，你看这些知足论里说的，这是经论。啊，净严疏祖师说的。啊，地持经这是经论，佛说的。这大家就没话说了。啊，用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大家看呢，这还有什么话说？这不必经过审查了，就可以入藏啊！那他具足入藏的条件呢？啊，夏年老这个汇集本，字字句句都有一根据，五种原译本的根据，没有改动原译本的一个字，啊，那入藏没问题。为什么？五种原译本入藏了，他这个当然入藏。啊，这是高明之处在此地。啊，念王龙书改动了原文，他也入了藏了。啊，大正藏有他的本子，龙藏也有他的本子。啊，这汇集改动字应该不可以的，你看，改动字还入了藏。啊，那这一个字不改的，那当然有资格入藏。那我们要晓得，要搞清楚，啊，这是学习大乘，尤其是弘护啊，有责任弘法护法，不能不知道的，啊，这常识，这是弥陀的大愿呢，普度众生之道啊，这个道是方法，啊，信愿持名。是方法，帮助你到达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帮助你一生成佛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在变法界、虚空界办的一所佛教大学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干什么的？是成佛的。为什么要成佛？是为了度众生。如果没有度众生的心，极乐世界去不了。佛号念的再多没用，古人讲的。喊破喉咙也枉然。那为什么呢？没有菩提心。啊，菩提心是什么？菩提心就是度众生的心。啊，舍己为人的心。全心全意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心。这菩提心啊，这个里头不加一丝毫自己的意思在里头啊，加自己一丝毫就全部都破坏了啊，那一点私心就是毒药
啊，所以故为菩萨藏舍。啊，这个经在三藏、二藏里头，三藏属于经藏，二藏属于菩萨藏。啊，这就是它归在哪一类，我们先要晓得。啊，底下这一段呢，设有五十，佛说经分五个阶段。啊，五十天台大师，啊，这智者大师讲一《涅槃经》，你看都有根据，不是随便分的。一《涅槃经》判如来一代十教为五十，啊，五个阶段。第一个华严时，最初三起日数。啊，佛最初三七二十一天说华严经，啊，是在定中说的，所以这个说法小乘不承认，啊，没人看见的，啊，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。他没有起定，他在定中把他悟道的境界统统说出来。啊，你看到了些什么，听到了些什么，接触到什么，全盘说出来。啊，时间这三期二期都有根据，啊，二十一天，这个二十一天是人间的，在定中啊，时间空间都不存在，啊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，没有空间，没有缘尽。啊，那这在定中多长的时间呢？很长很长。我们可以说是无量劫。为什么他说的这个分量？啊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看到的大本原本，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迹，一世天下未成品。这一套书要是搬到这个世间来，有了形象，我们这个大千世界放不下了。因为他有十个大千世界未成劫，容纳不下，地球容纳不下，太阳系容纳不下，恒河系容纳不下，一个大千世界是十万亿个银河系，啊，十个大千世界是一百万亿个银河系，十亿、一百亿个银河系，说这么多，详细说啊！慧能大师也明心见性，也大彻大悟，跟释迦牟尼佛同样一个境界。啊，慧能大师也说了，报告了二十个字。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能大师说二十个字。
五祖衣钵就给他了。这二十个字展开，就是十万啊，十万亿这个大千世界微尘记的华严经啊，这个二十个字展开，十万亿啊，十万个世界微尘记的那个大字，那个华严经浓缩起来就这二十个字，不增不减呐！啊，这是自信本具的功德啊，可以展开，也可以把它缩小啊。我们今天科学有这个样子，可以体会到啊。你看，我们一部《四库全书》，现在是浓缩的缩版了，摆满一个房间了。原书字差不多大拇指这么大啊，书本比我们这个本子还大啊，差不多要大这么多，这么多大本的啊，是我们现在的一页，是原本的四页，那就乘四倍啊，现在我们是3000册，就12000册啊，3×4=12，12000册，原本12000册那么大的书，在以前要装3个房间啊，还是大房间，小房间放不下啊，这个宫殿里头那个大殿啊，3大殿才能把这套书放下。可是现在呢，现在可以把它放在一张晶片上啊，装在电脑里面可以看，一张晶片。我们讲这部经前面讲了2遍，1200个小时，现在一张碟片啊，像指甲这么大的一张一个晶片，1200个小时全在里面。啊，所以世尊讲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六祖慧能大师把它浓缩成20个字。啊，谁懂啊？五祖任何上懂，任何上给他证明，一点都没错。啊，所以衣钵传给他。啊，以前没有这种科学技术，我们总听到总是不可思议，总是有很多问号。想不通啊！啊，现在科学技术都发达，我们看得明白了，啊，真能做到。啊，指甲这么片的这么大的一个晶片，里面藏多少东西在里头？啊，其实指甲太大了。科学跟佛比也差远了啊！佛将整个大千世界变法界虚空界藏在哪里？藏在一个芥菜籽里面。芥菜籽没有放大，虚空法界没有缩小，哎，它能够装在里头。以前我们对这个说法也是无法相信的。
啊，到最近三十年，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很多新的秘密，宇宙的奥秘。啊，报告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看了跟佛经上讲的一样。啊，比芥菜籽小啊，小的太多了。现在讲到微中子，啊，物质里头不能再小的了，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，微中子不能分就没有了。啊，果然他们再一分析，没有了，物质不见了，就那一个微中子，里面含藏着全宇宙，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就在那一粒微中子里头。微中子的体积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，它的大小等于一个电子，原子里的电子，啊，就是说电子的1/1000000分之1，里面能够含容全宇宙。啊，我们得到今天科学造的这个电晶体，我们就能想到，啊，确实有这个可能。啊，所以佛经里头啊，真的有了不起的科学啊，只是现在人无法做到啊。啊，他要是学佛，成佛就做到了。你看，普贤菩萨就有能力到微尘里面世界去参学。那个里头有无量世界，有无量诸佛如来，啊，普贤有能力进入那个境界，啊，去拜佛，去闻法，啊，那么我们对小乘同学们，我们不讲50，我们讲40，华严10不算。啊，我们讲阿含，啊，这是在人间讲的。到后面法华也是在人间讲，在灵鹫山讲的，那不是在定中讲的。这个大家相信。啊，你定中讲的他们不相信。啊，第二呢，阿含次20年。啊，这小乘人认为是从这开始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出定了。华严会圆满了，出定了。啊，出定之后，接受近居天人的请法，为这个世间大众讲经说法49年。啊，这第二，这一共讲了12年。在落叶云，啊，落叶云是第一个地方。这12年，佛走了很多地方，到处讲经教学，啊，都讲的是阿含经，所以称为阿含师，啊，小乘经有4种：长阿含、中阿含、杂阿含、正疑阿含，啊，有这4大类。
啊，那么这四阿含在中国翻译可以说是相当完整。啊，我们这个中文翻译的跟藏汉这个南传的啊巴利文的大藏经一对照，差不多都有。啊，巴利文经典比我们中文翻译的大概多50部，总共3000多部，所以这50部就很小的数字。啊，可以说小乘经翻得非常完整。小乘佛只讲到第六意识啊，莫那跟阿赖耶没说，那是大乘。啊，内容着重普世的教育啊，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啊，说这些。啊，那么这些是大乘教的基础，不能轻视。这半学一样的，阿含是小学，没有上小学，你怎么能上中学？没有中学，你怎么能上大学？现在的麻烦在哪里呢？中国人变成高不高，低不低，高不成，低不就，麻烦在这里。啊，中国世世代代传的大乘，原本也是用小乘做基础。小乘有2个宗派，在中国佛教一共10个宗派。啊，小乘有居士宗，有陈实宗，是一2部小乘论，陈实论跟居士论，建立这2个宗派。那么在唐朝之前，学佛的人都是从小乘在学大乘，是按部就班的。啊，那佛在经上说过，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佛不许我们劣等，要按部就班。啊，渐渐往上提升，这是正确的。啊，所以唐朝中叶，中国这些祖师大德就不学小乘了，用儒道代替小乘。这个是有见地做成功了啊，做得很有成绩，这个成就啊不亚于过去啊，所以中国人就不修小乘了啊，中国人出家人也念儒也学道啊，就是儒家经典道家经典都修，以这个为基础，再起入大乘。可是到现在中国佛教不学小乘，也不学儒，也不学道。所以大乘呢，大乘则不得其门而入。啊，虽然研究，甚至一生研究几部经论，也有著作等身，但是那些是学术，那不是佛法
啊，开经记上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，他们有这一句，他所理解的完全是自己的意思。这个问题就严重了。啊，所以今天这个社会，小乘人不承认大乘，大乘人瞧不起小乘，佛门就衰了。若要佛法兴呢，除非僧赞僧，啊，大小乘互相赞叹，佛法才会兴旺。要互相学习，非常重要。啊，不能批评小乘。啊，小乘心量不大，比我们大，我们比不上他。啊，他能够把小乘戒律都落实。啊，三规五戒十善，他能做到。我们只是空口说说而已，没做到。我们看到了小乘的修学，无论在家出家，这是我们这一次到斯里兰卡看到了，给我们当头一棒啊！那个地方人修佛教佛法，真佛弟子啊。我们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讲大乘假大乘，我们小乘大乘都没有了。人家没有大乘，有真小乘。这个社会那么好。啊，全民普及教育，我们在那亲眼看到的，没有通知，偶尔去走过一个寺庙，啊，星期天，听说他们在校的学生星期天都要到寺院去接受佛陀教育，啊，附近有个学校，我们去参观一下，真的。啊，看到令我们惊讶，这么多的小朋友坐得整整齐齐在听课，没有说话的，没有交头接耳的，没有东张西望的，这叫人佩服啊！啊，我们平常参观一个学校，在国内外是参观一个学校，从教室外面经过窗口，你就看里面学生，他就看我们人了，哎，他就看外头，他就不看老师了。那，这个我们这一次看这些学生在那里上课，听老师讲课，我们那么多人去，哎，他们还是看老师，他们没有看我。啊，没有自己在那谈话，东张西望，没有啊。这一点太难得了。那这小学生们专学、专心、专心呢，在学习啊。啊，从这些地方看到这个国家前途，看到这个国家底下一代。底下一代一定比这一代更好，啊，接受这么好的教育，啊，他们如果有心量，能接受大乘，那心量就脱开了，啊，正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本愿，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。
没有小乘的基础，不能学大乘。啊，学大乘正是小乘人所说的假大乘。啊，当然说这个话的意思有差别，他们不相信大乘是佛说。啊，我们讲的假大乘，我们有大乘之名，无大乘之实。啊，大乘经有，没做到。不是佛没教我们，是我们不听话，不肯学。啊，中国人用儒道代替是很有道理，儒道是本土的，文化底蕴很深，学起来容易，效果不亚于小乘，可以代替小乘。啊，祖师的意思很好啊。那么方等是属于大乘，前面通小乘，后头通大乘。啊，所以他是大乘。啊，是第三，于此后八年之中，广言啊，这是说维摩大集论言，并此经等谈篇斥笑，宝大叹大抱怨，光说藏通别圆四教，均等啊，均披众集，故名方等是。啊，方是方便，等是平等。啊，这就是有大乘。啊，大乘是平等法，小乘有高下。啊，这个阶级分得很严。啊，大乘呢就不一样了。小学十二年扎根呢，十二年之后再向上提升。啊，佛说方等经，这里举出几个例子：维摩契经、大寂经、啊楞严经、啊并此经，就是无量寿经，啊，也是在这个时候说的，啊，这个时候世尊谈篇斥笑，谈是谈和，就是批评他们，啊，小乘是偏在一边，他们证得的果偏真涅槃。啊，就是阿罗汉所证得的，啊，持是责备他们，希望他们呢再向上提升，不要得少为足。啊，小乘是证到阿罗汉就算圆满了，不再向上提升了，啊，就小学毕业了，不知道上头有中学有大学。啊，所以他在这里满足了。啊，在这个时候，世尊批评他们，指责他们，也鼓励他们，叫回小向大。啊，广是广泛，啊，广说，藏通别圆，这是天台。
所立的四教。啊，对于各种不同根性的人都适合。啊，这个里头浅深次第差别。四善有，理善圆融。啊，理是平等的。啊，四一定要应机施教。啊，这叫方等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有一点参考资料啊，这个参考资料从佛学字典里头揭露出来的，贪贫嗜笑五识当中用以表示第三识方等识啊，特制的用语，全称贪贫嗜笑贪大抱怨，出自地观大师天台四教义啊。四教里面有嗜笑贪贫，贪大贪是赞叹，赞叹大乘，褒是奖励圆教啊，希望学佛的人要以这个为目标，不要以这个阿含为标准啊，阿含是阶段性的初期的啊，一定要知道向上提升啊。谈贪痴啊，偏指化法四教中前面三教，藏教、通教、别教啊。台宗认为此三教法又为应机之全教，而非圆融究竟的教法，故为之偏啊。佛教教学确实有方便，有究竟圆满啊。佛在《法华经》上说得很好，诸佛如来出世，唯有一乘教，无二也无三啊。这是佛的本怀，也就是说佛陀办学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进入这个学校，达到最高的学位，拿到博士，这是佛的意思。但是教学的一程度不同，这叫应机，他要办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啊，不能在中学啊，这个小学、中学就满足了，就不再向上提升了啊。这是佛不赞成的，所以佛对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都有批评啊，希望大家一定到研究所拿到博士学位，这叫究竟圆满啊，这叫圆教，所以对这个赞叹，对其余的那都是阶段性的啊，那不是圆满的。所以细粗之意，小呢指小乘教、藏教啊，或者是执着于前则小下义啊，这种这个思想的教学啊。叹是称赞，赞叹那是赞叹大乘教啊，或者是持正不偏，
深广圆融的思想，啊，心量完全脱开了。大乘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啊，这是真正大乘。啊，宝是宝美，圆是指圆教。啊，化法四教，第四，藏通别圆是化法。啊，这是教学的方法。藏是小乘，啊，通是前通小乘，后通大乘，啊，就是方等。啊，别是纯大乘，里面没有小乘思想。啊，最后是圆教。啊，圆教是究竟圆满。回归自信，这真是圆到基础了。啊，这个才是究竟。啊，这是第三识。啊，那么第四识般若，22年。啊，第四又于后22年设大般若住经，这是般若识。我们看世尊教学的时间长短，知道22年这最长的这一个阶段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一个阶段是佛所要说的真正要讲的话。般若讲诸法实相，完全讲真的，那就是佛知佛见，如来清真的境界，不随顺众生啊，众生的见解狭义，成见很深啊。这个时候前头已经22年，这个20年啊，12年的阿含，8年的方等，心量也脱开了，就前面通小乘，后面通大乘，就通般若。啊，完全来跟你讲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这是般若讲的。22年呢，就讲这么一句话。啊，告诉你，这个是一切法的真相。懂得有什么好处呢？懂得你心定了，你心清净了，你不再会有妄念了。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达到这个目的，这个目的成佛了。就后面法华啊，最后以8年说法华经，一日一夜说涅盘经，涅盘经是佛的遗嘱啊，他在临走之前的一天一夜说出来，叫大涅盘经，九界三乘。九界是九法界，实际上是讲十法界。啊，三乘，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，这叫三乘，悉蒙受记。啊，这是在发话的时候。
无论大小啊，皆令作佛。此时名法华涅槃时，佛在这个时候说出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必定成佛。这就是受记，普遍告诉大家：你们每个人本来是佛，你们好好的修行，决定成佛。修行是什么？修行就是放下。为什么放不下呢？你不了解事实真相。了解事实真相叫看破，看破哪有不放下的道理啊？所以要真看破，习气太深，佛讲的虽然很清楚，依旧放不下，放不下就是没有看破啊！放不下，这个时候你所学的，我们用现在的话说，全叫知识。一放下，全是智慧。智慧跟知识就这个差别啊！智慧管用，为什么得大自在？啊，知识不行，心还有千千结，那个结解不开。你有烦恼，你有痛苦。啊，智慧是一切放下了，般若智慧，真放下了，什么结都没有了。这才得受用啊！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是智慧，不是知识。啊，知识没有，知识是凡夫。啊，智慧可贵啊！啊，学习经教，这个是一种助缘，是一种方法。佛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看破。但是真正看破的时候，要放下。我知道一样，放下一样；知道两样，放下两样。不能说知道了不放下，知道不放下永远不能进步啊！像我们走楼梯，一步一步往上爬啊，我知道上面还有一层，我放下底下，我自己就上去了啊。如果我知道人家讲上面好的，我在这里不动，你就永远上不去，不得受用。所以放下才真正受用啊！这个看破是帮助你放下啊！你一放下，境界马上提升了，你的受用就提高了啊，境界就提升了啊！这是真实的教诲呀，这个不是假的。这样的老师不容易得到啊！啊，这真正好老师啊，佛门里讲真善知识啊，讲给你听，讲得很清楚，不能帮助你向上提升啊！你不管听得再多，你都止于这个境界，你没动啊！啊，不能向上提升，在这个一个位置上，不容易保得住，它会往下滑坡，会堕落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阿赖耶里头烦恼习气不善的种子太多太多了，充满了，它肯定会影响你。啊，只有往生到极乐世界才得到真正的保障，你不会再退转。
啊，不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肯定保不住。啊，修得很辛苦，往上爬一层一层，非常不容易。啊，所以真正呢，把诸法实相讲透了，讲明白了，这一部经了不起啊。啊，我们看幕后这一句，说本经时在第三时，第三呢方等时，又是此经呢蒙佛世尊多次宣说，故不应限于一时。啊，般若时也讲过。啊，所以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，啊，乃至于到法华时，佛还是说这部经。这部经讲圆通无实啊，究竟圆满。下面第四段判教啊，藏教所示啊，幕后这段判教，四教与五教，古今诸师判分教相者，凡有十二家啊，个人判的不一样，都有道理。其中呢，最著者乃天台所立之四教，与贤首宗之五教。啊，这是几乎被所有学经教的人所采用。啊，天台用的最广，因为天台简单扼要，他只讲五重玄义。他判为四教啊，贤首宗讲的详细，舍门开启啊，贤首立五教天台宗四教曰藏通啊，一者藏教，藏教就是小乘教，啊，以小乘的三藏，啊，四阿含，啊，小乘三藏。那么第二通教，为大乘中通说三乘，通辟三根。啊，这个里头，这一段期间里头，有藏教，有通教，有别教。啊，这三种根基的人，统统都有。啊，前身次第差别很多。第三点呢，别教。为大乘经中所说教法，不同小乘等事业，专讲大乘。啊，第四圆教，为法界自在，具足圆满，一切一切一切皆已，无碍法门等事业。
啊，这是佛讲到最后的，把一切法的真相啊，圆圆满满说出来了。啊，由此可知，佛的教学法对众生的根性，为了契机，要办小学、办中学、办大学、办研究所。啊，这在佛法里面，阿含是小学，方等是中学，般若是大学，法华是研究所，逐步向上提升。啊，向上提升，最妙的方法，它是放下。它不是别的啊！你看，放下见思烦恼，就证阿罗汉果。放下分别，就证菩萨。放下起心动念，就成佛。发生大事啊，到起心动念的完全放下了。叫习气，起心动念放下，还有习气，习气完全放下了，这才是真正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他到常寂光土了，所以土有四土，众生境界不相同。啊，见思烦恼没放下，是六道凡夫。你所住的是六道轮回地方。啊，见思烦恼就是执着，华严讲执着，不执着了，通通放下了，六道就没有了，就超越了。所以六道是一场梦，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你在这个当真，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我们要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往生净土很简单。为什么呢？没有挂念。人为什么不能往生？这里牵挂太多了。这种牵挂你放不下，那就是障碍。你出不了这轮回啊，晓得是假的啊，你就到四圣法界去了。四圣法界是声闻、缘觉、菩萨他们住的地方啊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娑婆世界的净土，就是方便有余土啊，这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没有说是方便土是真的，没讲。啊，所以也要放下，过度气节。我在这里修行，什么时候出去放下就出去了。啊，不在乎修行长短。你什么时候放下，什么时候就超越。啊，放下声闻缘觉菩萨就成佛了，生十宝庄严土。十宝庄严土里面虽然没有妄想，没有起心动念，但是有习气。啊，这个习气没法子放下。你说我想个方法放下，
你已经起心动念了，你堕落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时候，见思烦恼的习气有方法断，尘沙烦恼的习气有方法断，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有法子断。啊，怎么办？随他去吧，不要理他，时间久了自然没有了。要多长时间呢？三个阿僧祇劫。啊，这是说长的，相信还可以缩短的。啊，最长的三个阿僧祇劫。啊，我们相信可以缩短，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功德加持会帮助你缩短。如果没有这些，没有这个意思，这法身菩萨何必要生极乐世界呢？那就没有必要吗？在他方国度里是三个阿僧祇劫，在极乐世界也是三个阿僧祇劫，没有必要去。啊，肯定弥陀本愿功德了，太殊胜了。到极乐世界，能够把那个无始无明习气把它时间缩短，所以等觉菩萨都喜欢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要不然我们想不出一个道理。舍利菩萨、等觉菩萨何必要往生极乐世界？那必然有个道理。道理虽然古大德没有给我们讲清楚，我们能想得通啊。啊，你把这三桩事情连起来看，你就通了，你就会想出来了。啊。阿罗汉断见思烦恼啊，见思烦恼断了之后，他就成辟支佛了啊，辟支佛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习气都断了，所以辟支佛断尘沙烦恼，尘沙烦恼断了，他就成菩萨了，又升起了。但是那个菩萨尘沙烦恼习气没断，菩萨必须把尘沙烦恼习气断掉，他就成佛了啊。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见思尘沙包括习气统统断干净了，那这佛断什么呢？佛就断无明，就起心动念，他只要不起心不动念，十法界就没有了。所以十法界是起心动念成就的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十法界是那梦醒了，到哪里去了？到十宝图去了。啊，十宝图里面华严讲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主宝图，主十宝图。啊，这是真正净土，只有心性，没有色变。十宝图里面的菩萨，个个都是转八识成四智，他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啊，用真心是真佛，用妄心是假佛。啊，所以十法界的佛，天台杂志称他相似即佛。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初住以上的境界呢，叫分证即佛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但是它为什么叫分证？它没有圆满，还带着习气。习气断了，才叫做妙觉如来，那习气满了，啊，那才是真正无上真等真觉。我们现在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下定决心，万缘放下。
一心专求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之后很快就成就了。不要贪恋这个世间呢，我们就自在了，贪恋这个世间就可怜了。啊，诸佛看见可怜悯者，为什么可怜？贪恋世间出不去，阿弥陀佛再慈悲也没有办法带你到极乐世界。啊，这是真正之道。这个事情是关于自己，不关于别人。啊，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论，看到念祖的注解，非常感动啊！啊，我们能遇到这种善知识，稀有难得。啊，要认真努力，这一生一定到极乐世界。啊，他们的本愿就达到了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